新疗房之神父，出生于162815年，出生在西班牙的 Baquarian de Campos Valencia。17岁进入透明会，当他执事时被派到菲律宾做传教工作。1163年1月到他马尼拉菲律宾，过了不久即升神父。在菲律宾僧人的福音传释令是为到中国传教工作的准备。1641年新流放之神父佛菲要Francisco Dia 神父批准去台湾，不久后被荷兰人歧视。新流放之神父于1641年3月到台福建省佛州其高南省份下的透明会要恢复。新流放之神父两人都的一心主事，成立了透明神会。于1644年12月，他的高友神父 Francisco Dia 生平故事，在那期间，满族人侵入福安省，消灭了明朝。满族人铁石传教士开始对他们的损迫害。于1647年12月13日，新流放之神父为高友平人行传教生事，犯罪的途中被判入最快的监狱，受到严刑拷打。新流放之神父忍耐痛苦，平穿衣裳，更通了法官和狱卒。后来他被送入私牢，狱卒禁闭他，甚至秘密地送食物给他。在狱中，新流放之神父写道：“我不在乎出狱，我在这里和其他方面建立了友谊。他们问我关于福音和天主的问题，我知道我是在行天主的旨意，我不可以在日间祈祷，所以只好在躺在床上睡觉时间祈祷，直到天亮。我在这里有很多喜乐，无所牵挂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为耶稣基督。在这里的日子中，我找到了不容易找到的珍珠。”1648年1月15日，新流放之神父批判施行催眠神秘传播邪教，神通明显，背叛神王，同一批暂时顺头。新流放之神父在5月2日1909年被高中生博洛十四神秘征服，同时在3月2日2000年被高中生博洛二世神秘申言。